新疆的人口目标设定在五年内达到5000万，而乌鲁木齐市的目标达到是1000万人的规模，这表明了新疆对于未来发展的雄心和规划。人口增长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，它可以提供劳动力资源，促进消费市场的扩大，以及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吸引人才和劳动力，包括改善居住环境，提供教育和医疗资源，创造就业机会以及优化经济结构，希望能达到新疆5000万人、乌鲁木齐市1000万人的目标。抖音